范冰冰、蒋欣、白百合体重最轻的是蒋欣，为什么她有点显胖？请输入图片描述。网友预计，范冰冰身高168厘米，体重116斤；蒋欣身高171厘米，体重110斤；白百合身高是171厘米，体重是118斤。范冰冰、蒋欣、白百合三人中看起来最胖的蒋欣反而最轻，这是为什么呢？请听于季军为你一一道来。很多人肯定不相信蒋欣最轻而白百合最重，那么问题来了，为什么三人显得最胖的是蒋欣呢？这就涉及到一个概念，体脂率。至于脂肪效率是什么，我这里做个简单的介绍，想减肥或者想了解的就问一问度娘吧。请输入图片描述。网友猪猪姐看到这题目我都笑了，我相信提问的应该是个姑娘，这提问问的有水平。第一是因为穿错了直区，选错款。请输入图片描述。这张图里，范冰冰、蒋欣是曲线型人，白百合是直线型人。蒋欣的穿衣最不适合，太过于板正，所以会显老；太过于硬挺的纯直线型的上衣，让曲线型的蒋欣在这里很吃亏。肩宽胸平腰粗，白百合穿的是对的，冰冰的其实也不是很好，她肩膀也拉宽了，但是胜在这衣服有腰身，下摆又是 A 字，一定程度冲抵了肩膀的拉宽。网友补语，华妃蒋欣和微胖界翘楚范冰冰，超级会藏肉的白百合，好像是在同一量级上。来看看他们三个人的身高体重分别是多少。范冰冰身高168厘米，体重116斤；蒋欣身高171厘米，体重110斤；白百合身高是171厘米，体重是118斤。从数据上看，蒋欣最轻，白百合最重。三位体重排序，白百合、范冰冰、蒋欣。那么为什么蒋欣看上去反而最胖呢？请输入图片描述。